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么一段传统的节目，这个有精华有糟粕，对，我们呢作为继承来表演啊，您呢也是多批判多批评，哎，您也得多包涵。这个天津人啊喜欢相声，嗯，为什么？骨子里就幽默，咱天津人的性格就乐观。我给您举个例子，您给说说，比如说骑自行车道有点不平，嗯，没留神啪摔倒了，骑车摔倒了，站起身来，天津人、北京人、上海人处理完全不一样。哦，这还有什么区别？您 说上海人啊，骑自行车道不平，啪摔倒了。上海站起来骂自己，骂自己，哈子龙，不什么词儿这是？我怎么瞎了？有坑我没看见？哦，怨自己没瞧见。北京人不仅北京骑车道不平，没留神摔倒了。嗯，站起来他骂道，骂道，这什么破道？谁修的这么不平啊？这个，好好好，这也人之常情。这是北京人，嗯啊，唯独我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，咱天津生活乐观是吗？骑车。道不平，没留神摔倒了。嗯，站起来也不骂自己，也不骂道。那是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啊！对不起，哥几个，今、就、儿、是、我没练好，对不起。啊、对对跑大马路练来了，您这天津人啊 啊！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啊，2012年伦敦奥运会，去年吧？哎，嗯，正赶奥运会夏天呢，嗯，下大雨哦，天津好多地儿都积水，积水挺深的。我也看你天津人幽默啊啊！这个下雨啊，尤其开车。过这个积水路面，嗯，注意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减速，应当减速慢行。我前面有一哥们儿，嗯，素质差一点，怎么着？没减速，唰就冲过去了。哟，这个差点，这水蹦起老高来。呵，正好啊，这旁边等公汽车有一大爷，嗯，崩人家一身，也多不礼貌啊！这个，按理说这大爷应该跟他急啊，这大爷怪，没跟他急，没急，也当然正看这奥运会了，哦，冲这小伙子喊了一句，把我逗乐了。喊的什么呀？你呀，参加奥运会你也得不了金牌，你咋不会压水花啊？你呀，嗨，他汽车没有在马路上跳水的，您这天津人幽默啊，确实乐观。包括有时候看个电影、电视剧，那个名字天津人都能给改了，影视作品的名字。像以前有一个电影啊，电视可能也拍过，是吗？啊，叫这个《失恋33天》。电影啊，我门口有二哥啊，看完这电影，这电影拍的不错，这名字嘛，失恋33多麻烦啊，这给我们天人说多省事儿啊。怎么说？查了一个多月。哎，对对，嗨，这几个字都没法写，这些这不怎么样。天津人幽默啊，倒是好找乐，所以喜欢相声，嗯，啊。今天来这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，嗯啊，看我们这个相声大会，嗯啊，是捧我们是作为我们这一场，我个人认为大家最爱看。于丹老师，哎呦嚯，这是您捧人，谁看捧哏呀？于老师 啊，上台，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，怎么叫飒利呀？哎，老干干净净的 啊，老这么利索啊，应该的嘛，这个哎，板子蹭蹭，是是是，小头剪的也特别好，啊、嗨，脸也都刮了，应该刮胡子，刮的干净极了。嗯，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啊，那、你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啊，体毛比较重，一上台刮干净了。嗯，哎，于老师，而且生活当中啊，不光这个胡子重啊，还怎么样？他这。能说吗？说话说半截最腻歪人了，你得说吧。那说着 啊，这算暴露隐私 啊，不算什么，这都是亲爱的观众。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啊，这个胸毛也特别重啊，这体毛重一点。我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，嗯，或者、一块洗过澡，嗯，于老师要这好，这都蛮辣，这跟你河螃蟹一样，你这有这么比的吗？河螃蟹像话？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啊，这都我们一块打真人 CS， 人家不带护具，哎、你想这都。我长了个防弹背心，那这玩意儿。后来自己脚这也别扭，嗯，一来换衣服，小孩都吓哭了，是不好看，嗯，怎么办呢？有那个脱毛膏啊，现在很方便了，哎，把它都刮下去了，都刮下去，哎，挺干净，一照镜白肉瓶，嗯，又不满意了，怎么呢？原来这多阳刚 啊，这白肉瓶呢，看不习惯，少点什么，嗯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，干嘛？纹身。就我还刺青啊，这个纹什么几位啊？龙，哎，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，中国人最喜欢。对，这个龙啊，分两种哦，一种善的，一种恶的，这还不一样。于老师纹这是恶龙，凶恶的那个，张牙舞爪，嚯，凶啊！啊，就这样，哎，吓人，这么讷。纹上这个龙，嗯，有好处了。怎么着？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演出。背不住遇上这个地痞啊、流氓啊、地头蛇呀，这背不住的事儿。真要打起来了，嗯嗯，带着于老师，我们不害怕哦。真打起一扒光脊梁，嚯，这龙一出来啊，都害怕，都傻啊，起个震慑作用。哎，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儿，什么事儿？他纹身那阵儿他胖，比现在还胖。那阵儿300多斤，嚯，后来得场病瘦了，嗯，成现在这样啊。那龙抽抽的，这纹身还能抽抽？纹身那龙这样啊，现在龙这样，对。
特别卡哇伊。啊啊，再打架一扒光景的人都问，嚯，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？对，嗨，您说这节目现在都没有了，缺德不缺德的？上台好看啊，那大伙儿喜欢。是，当然有朋友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，啊、这不生气吗？嗨，其实没关系、啊。为什么？上台无大小，下台立规矩。下台立规矩。对，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。是。那说什么叫朋友呢？啊，并肩为朋，同类为友。哦，这还有奖。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。啊，什么讲究？就是有便宜得一块去，有亏抢着吃，这是朋友。啊，这朋友还有这讲究，就有便宜一块上，有这事儿吗？就应在咱俩身上了。咱俩什么事儿？您说说。不瞒您说啊，嗯，过两天我有便宜。你什么便宜？出国。出国？去美国。什么事儿呢？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出国了，有这么容易事儿吗？您、哎？人家美国 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，请到我了。中华文明展。嗯，请你说相声去。废话，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，也轮不到你呀。人找什么相声啊、嗯、戏法啊，什么古曲啊 啊快板啊，都好找。嗯，唯有一样找不着。什么呀？模拟啊，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、嗯、清代这个满族的旗人见面寒暄打招呼，模拟不了。不是，怎么模拟不了？这个没有会说满洲话的。哦，这我还真听说了，现在满语啊几乎失传了。您看那个老电影啊，《东京审判》里边真实的纪录片，对，溥仪一出庭，我叫溥仪，生在北京。呵，溥仪这是满族过去的皇上，啊、他说话是京片子，还京白呢，他都不会说这满洲话了。嗯、是是是，哎，所以会的人很少。会这找你，哎，找你去美国，您会说满语吗？当然了，那平常没看你说过呢，这素常不能露，真会说满语。哎，过两天美国。是好事儿，不是一技之长出国了，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了、哎。这点好事儿看出咱哥俩是朋友了啊？怎么着？不自己去哦，带您，你带我一块儿上美国？当然了，咱说归说，闹归闹啊，真要做到这一点，那叫真够朋友。一块儿美国，带我出美国，我也开开眼。哎，不行，你说了不算的，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，我不会干嘛去、哎？你看，既是朋友啊，没有什么保留了。怎么着？你要想学，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。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，哎，那我还长能耐了呢。行，那我出主意，咱现在就开始学。那就来了。我没有基础啊，笨鸟先飞呀、啊。咱就开始，抓紧学会了，心里踏实。那就来了，您给来了，来了、啊。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直接咱就来，直接学问。您一句一句教给我，一句教啊。嗯，这个满族人首先啊，这个礼节跟咱不一样啊。什么礼节？他们是请安礼啊。电视上都看过请安呗、哎啊。相互的称呼呢是阿哥。这您等会儿，这阿哥什么意思？翻译成普通话就哥们儿、大哥的意思。哦，打招呼叫大哥，哎，嗯，咱俩来一回啊，行啊，趟着走啊，边演边学，哪不会你问我，您多指点，来嘛，没问题，来了，来，阿哥，阿哥，阿哥三爷，阿哥，阿哥三爷，阿哥，阿哥三爷，阿哥，对，光阿哥呀，不是你告诉我叫阿哥吗？我说阿哥，你说阿哥，啊，我说阿哥三爷了，阿哥三爷，你那边换词儿了，对对。那我怎么回答呢？你得说三姨，三姨不是、后面这两句是什么意思？这啊，三姨大哥你好啊，问好啊，对对对，那我这个三姨呢？我好，就这么简单，你这人情话有难的吗？一遍就记住了。对了啊，来再来，嗯，阿哥，阿哥，阿哥三姨，三姨，不得哥们三姨，三姨，不得哥们三姨，三姨，不得哥们三姨，三姨，对，你这好有一笔，比作何来啊？业余木匠，这怎么讲？就这一句儿，哎，这。他这一句不是你教给我的吗？说三姨，我说波的葛么三姨了，又换了。哎，那我怎么回答这个？你得说葛么三姨，葛么三姨、哎，不是这有什么意思？这个波的葛么三，你们一家子都好吗？哦，这是问全家。波的葛么是全的意思。哦，那我回答这个，这是葛么三姨是吧？哎、什么意思？这个一家子都好，这玩意儿翻译成普通话都没什么难的。当然了，这没问题。再来啊，来阿哥。阿哥，阿哥三爷，三爷，我的哥们三爷，哥们三爷，买白菜，买白菜，外边买去。您这什么月份？你这储存白菜还早点？你这现在也没有储存白菜了啊？不是买白菜，那是什么？矮白菜，矮白菜，哎、什么意思？就是问你上哪儿去。哦，那我怎么回答呢？哎、你回答这句略微长一点 啊，您慢点说，认真记啊。哎哎你回答这句是，骂几个白特比。骂你哥，骂了，不是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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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字眼没听清楚？没听清，别胡说八道！我告诉你，没有，没有，您再来一遍，来一遍。骂几个 bat 比，
马吉哥 bet 比、哎、不是这什么意思？这我说哎，白三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，你说马吉哥 bet 比，这是我上火化厂办点事儿。哎，火化厂干嘛的？哎，天凉，你上那烤串去。满不挨着，你这是这意思吗？这个出去办点事儿，就是出门办事儿吧。哎啊，再来啊，来阿哥，阿哥，阿哥三爷，三爷，我的哥们三爷，哥们三爷，哎，白三，马吉哥 bet 比。不是你哥们，不是你，说不了干嘛？四个零。你找外国人去吧，您这学不了，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，我记得住吗？这你不用管我一大套啊，回答我很简单啊，回答什么呀？就一句话啊，黄爷拉裤，黄爷拉裤，黄爷拉裤，还引爷尿炕了，还你不像话，什么词儿的这？您先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什么词儿？黄爷拉裤，黄爷拉裤，哦，黄爷拉裤，黄爷拉裤，好记着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说不行。在这儿看出您演员来了。哦，怎么着？有表情，有内在，还得表演。高兴一点，美一点，这是高兴。精神面貌让美国人看，谁不会高兴？美点。黄一拉裤，黄一拉裤，咱不卑不亢。一看您美国人，就对您厉害了。皮笑肉不笑不行啊！我教你窍门啊！这一乐，您把这个脸皮紧绷起来，还得乐。脸这一绷，乐纹就来了，还得乐，绷紧一点，乐那绷紧。黄一拉裤，黄一拉裤，我乐乐。你这都嘟噜，你这是沙皮，这不行。谁是沙皮呀？你把它绷起来，这不高兴的说吗？我找找感觉，倍儿高兴。哎，美，高兴！哎呀，我出国了！哎呀，黄一拉裤，黄一拉裤，什么意思？比基尼的表情绷得够紧，行？什么说法呢？好，这表情行，表情可以了。前面怎么样？哎呦，前面词儿可水点儿，这个马虎了啊！对了，咱复习一遍，咱从头来一遍。如果没问题，咱就走了，别给您耽误事儿。我这回静点心来啊，绝对错不了，来没问题。阿哥，阿哥，俺三爷，三爷，不是哥们三爷，哥们三爷，哎，白菜，马吉哥拜他比，这心你可不心你说不了，我们三个零，到这儿了，哎，那么一点高兴乐，哎。黄一拉裤，黄一拉裤，行吗？您看这个，是这意思吗？这个就是他了，就这个了。下礼拜美国，这就出国了，在家等机票，等我信儿啊，说等我信儿。哎，留步，您哪儿去？您这刘文步没来。哎，我找刘文步干嘛？刘文步让您留步的这啊？怎么了？咱没完事儿了，这别划过去啊？不是，就是您那个刚才倒数第二句那大长句子。翻译成咱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哪有大长句？长句你那个脑子记得住吗？都短句教给你、啊。不是我说，是你说那倒数第二句，你倒的就利利落落跟外国话那句那个翻译成咱普通话那是什么意思？倒数第啊，就那个比西尼厄莫布鲁西尼。哎，对对对，佛佛布德麦克斯克里亚，就这句啊。你问这句？还问呢？你不用管这句，不用管这句，不行，阿姨这表情我就没底。我看你不行，不是这个学满语啊，头里我都学会了，后边不学会，这头起脚不齐，这不行。你就记着表情就行，表情不两遍都合格了。这黄一拉裤你得说呀，是我知道什么意思，我就拉裤啊，这是我这裤拉的太冤了，这个。你得告诉我什么意思？你非问，非问呢？这不是问没事，我怕一问你着急。这人我跟你，我学能耐，我着什么急呀、啊？这我怕你瞪眼。我都出国了，我瞪什么眼呢？你这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？这是我着急瞪眼，我是孙子行吗？你是什么？着急瞪眼，我是孙子还不行吗？几、哎、位，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，哪那么些事？我知您那么好说话，我连这个黄一拉裤，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。哎，你多余担这心呢？你不就问这个比西尼厄莫布鲁西尼佛佛波德曼克斯克里吗？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把你 啊过继给我，问你乐意不乐意？怎么回事啊？把我过继给你，我成你儿子了？着急着急，你孙子这。着急还得降一辈儿，不是？那我那黄一拉裤，黄一拉裤呢？你说什么？我那黄一拉裤，黄一拉裤呢？你说好办呐，好办呐，好办呐。